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2022年即将闭幕，这一年你过得如何呢？2023万象更新，祝愿大家事事顺意，岁岁平安。我现在要对你告白，但或许不是那么简单。梦想电台第4季就要开播了，我是特邀主播杨子。给老板做，是这个自然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欢迎欢迎。